现在湿疹好厉害啊，全身都是，我都不知道要不要用药了。如果是用那个激素药的话，全身都是，也不知道怎么抹。是，不仅是脸上啊、腿上啊、屁股上都是，所以晚上的话，就晚上给他用一下尿不湿，白天不给他用尿不湿，看着都难受，肯定很痒了，嗯，睡觉都不踏实，就睡了一会儿就行了，哎呀，哎呀。下去吧。奶奶抱得好，对，然后眼睛戴顺高了呢，哎呦，还那么开心，嗯，让你当成是奶粉了，那不行的啊，那个，是只看有哪位啊，等下你公公好吃的就拿出来了，不必整个塞了跟着，嗯，那妈妈烧饭啊。这次弟弟一个吗？
那啊啊，那吃的来了呢。那来了，你看，那。那。现在搿种呢，没得这个游戏了啦。估计吃完就睡着了，差不多两个多月没有喝过奶粉了，没想到还挺习惯的。可以了，对，我们拉上也比较好些，还挺。对不啦？上掉那个，不然就那个的。我们是干按的像，至于安卓的有个像，嗯，减肥不吃。